是说要有同样的轮廓，才能被算作是一家人。是不是说会有很多个以后，无论怎样都属于我们。是不是说会有说不完故事，归于你，归于我们一家。我会在这里傻傻的一直等你，不管大雨是否突然来袭。我会在这里将一切安排就绪，只等你一句。我会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你。也许这就是家人的意义，多美丽。韩不狂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给冒充吗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谢谢。吴总，咱们已经到了。你确定是这儿吗？应该没错，我派人跟了他两天了。我自己进去吧，你在外面等会儿。哎。哎呦。哎。请问吴比是住这儿吗？是住这儿。您坐，您坐，您坐，我洗把脸就回来啊！您坐，坐，坐，这有水，哎，马上就回来啊！你们这儿连热水都没有啊？啊，我懒得烧，凑合凑合得了。那您是这儿的房东，还是跟他合租的？都不是。那你是？我是他爸。你是谁？我是他爸爸。告诉你，我就是他爸爸。你是他爸爸，就是、我是谁呀、啊？就是阎王，阎王爷来了，我也是他爸爸。我是他亲爸，阎王老子来了，我也是他爸爸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可真有本事，换个房子就算了，还顺带换个爹。真的吧？你有爸你阎王爷的吧？行了，你快回去吧，今晚不用过来了。
我先走了，好尴尬。你爸挺帅。苏玉啊，嗯，苏玉，哎，这个是西葫芦鸡蛋馅的饺子，你呀、给吴比跟他爸爸送过去。上次他在咱们家呀、我看挺爱吃这个馅儿，就让你周一给多包了点儿。啊，我也爱吃啊，那您给我留点呗。哎呀，留了留了，能不给你留吗？你瞧瞧你这。行，快去吧，走了。好好好。苏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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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，这事也巧了，你爸他，叔叔他不让我跟你说。那天晚上，你跟我说你不想跟家庭条件太好的人。你爸娶了我妈，你还在这跟我装穷套近乎，还想怎么羞辱我？什么叫我爸娶了你妈呀？你耍我有意思吗？我问你话，什么叫我爸娶了你妈？那天来学校找我的人，就是你爸。今儿老师找你。什么事儿？我妈的事儿。你妈？你妈来找你了？不是她，是她现任丈夫。他来找你干什么呀？他来当我妈的说客，让我转学，去更好的学校。我听说，你儿子也上高二了。对呀。在哪个学校上学？叫什么高中来着？哎呀，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反正就是他们那片一普通高中，教学环境什么的嘛，就那么回事儿。不过我儿子总能考个全校第一名。所以那天来学校给你开家长会的人，就是我妈吧？说吧，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？是不是你肖阿姨介绍的？我和她一个班。你和她一个班？你什么时候转的学啊？既然背着我偷偷转学，还有什么事情你干不出来的？
您自个儿子转学三个月，您都不知道。去学校找您那个儿子谈话，都不知道自己亲儿子也在那个学校，还有什么是您干不出来的？我爸串通起来糊弄我，不对，我爸对情敌儿子这么好，这说不通啊，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哎，儿子，饺子送去了？怎么了？爸，您跟我说实话，您是怎么认识无比的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跟他爸，你根本不是他爸。所以他爸那个假身份，您一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儿子，你听爸，我就想知道您到底怎么认识他的。我周末那个打了点零工，正好赶上他搬家，就帮他搬了几件，然后。您为什么要打零工？我是看别的孩子都有新校服，就你没有。我这个校服怎么了？又没坏，为什么不能穿？就算是这样，那您为什么帮他完事身份？您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不是，是他先答应帮我瞒着打零工的事儿，我才答应帮他瞒身份，因为他怕你知道他家庭条件好，你就不跟他玩了。您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是谁啊？没事。哎，谢叔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吴总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？不回去了。啊？可是您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要见呢，他不回去怎么能休息好啊？天天。城楼关山那静儿听得城外传风声。
说干什么？滚回你自个儿家去，别再来了。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滚？你以为我想当他儿子？我有的选吗？在他们这场婚姻中，我不是受害者吗？是你妈插足了我爸妈的婚姻，是你妈害死了我妈。对，是我妈的错，我妈是小三，我是小三的儿子，所以你还在这里掰着什么啊？开门，开门。家里还有你的东西，我就给你收拾出来。不要了，不值钱。跟您回国贸那个房子，吴碧婷连续三天没来学校了，啥情况呀？我哪知道？不是你俩关系那么好，你咋不问问呢？谁说我俩关系好了？咋又变了呢？哎，吴碧没来，他作业本先放你这儿了。你瞅瞅，我说啥来着？你先走吧。啊，儿子，放学啦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儿子今天没上学。你这什么话呢？你不是我儿子啊？哎呀，真没想到你也在这个学校，居然还跟老吴的儿子一个班儿。哎呀，我妈简直太高兴了。高兴？有什么可高兴的？本来还想介绍你俩认识的，就怕你不乐意。那这下省事儿了，开家长会也省事儿了，对吧？妈那天去晚了，要是早点去碰上你爸，不就早知道你也在那班了吗？爸，您这西服什么时候买的？怎么没见您穿过？那你肯定没见过呀，这是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买的。我谢谢你没碰上我爸。我好像下车的时候看到你爸骑一辆自行车闪过去，那还真是你爸呀。哎呦，我还以为穿越了呢，他怎么还穿着十几年前买的西装呢？给儿子开家长会都不知道捯饬一下，真够丢人的。你闭嘴吧你。
是说要有同样的轮廓，才能被算作是一家人。是不是说要有同一个姓氏，才能一生没乡愁，乡愁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你别对不起，那我这能整掉吗？哎呦！您为什么要打零工？我是看别的孩子都有新校服，就你没有。你别欺人太甚啊！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还你是新的。我没想过我做错的是对是错，由他们说。沉默，此时此刻，也许是最好的。让火在心里燃烧着。我们祈祷，我们远眺。哪怕一次次的跌倒，仍在奔跑，有过煎熬，也曾咆哮，却未曾落荒而逃。也许并不巧，乌云遮蔽每颗星辰闪耀，终会有破晓，一如既往来到，答应我继续寻找。吴比，哎，你这两天干嘛去了？你怎么不上学啊？你怎么了？作业本跟卷子拿走，这是你的东西。知道是我的东西你还碰？你以为我想碰啊？是他们硬塞给我的。那你扔了呀，拿回来恶心我干什么？看什么呀？啊，都看什么？老苏，哎，来进来。哎，哎呀，你说你来，你怎么不说一声？坐那儿吧。苏玉呢？我写作业呢。孩子写作业，你叹什么气呀？哎，这平时啊，早写完了。这个点要是还没写完，只有一种可能：心情不好，拿做题呀当撒气。天底下当爸的能为这事发愁的也就你一个了。我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去吧。朵朵，苏玉，我进来了啊。爷，
有题吗？啊。这不看最近天冷了吗？怕你们骑车上学再冻着，给你织了个围脖，接上看看。嗯，好看。谢谢姨。这条是给无比的，你回头给他。他不缺这个。他怎么不缺呀？你们俩不是一块儿上下学啊？姨，我还有几道题没写完。行，那你接着撒气，接着做题啊，做题。快写完了，快睡觉啊。这苏玉跟吴比是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啊，说来也怪我，是这么回事。天不早了，你回屋歇着吧。那你们回去路上注意安全。这才几步道啊，走走走。哎，那个，你看，你还给苏玉织了个围脖，谢谢啊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不是也总帮我吗？嗨，我呢也没帮什么太多的忙啊。那个，你看你那个炸灌肠，什么时候再给做一回？多多啊，别坐那儿了，快来睡觉了。妈，您为什么要给他们织围脖，不给我织啊？怎么没给你织啊？去年不是新织的吗？可是我还是想要。这个围脖啊，太长了，你围不了。再说一个小丫头，围蓝色的不好看呀。我就喜欢蓝色，就喜欢蓝色。行行行，那你先来睡觉好不好？明天睡醒了再说。同学们，下节课的时间我们大扫除。明天局里的领导会来视察，视察的结果对我们年末评选优秀班集体影响很大，大家一定要重视。苏玉啊，你和卫生委员一起把任务分配好，卫生无死角。嗯。苏玉，你快进去劝劝吴比吧，他在座位上不起来，我没法扫地。起来！我让你起来！我就不起，怎么着吧？就算有个人情绪，也要顾及班集体荣誉吧。班集体荣誉是你班长的事儿，
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这班里的一员吗？你要是不想待在这儿，就滚回之前的学校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滚回之前的学校去，反正我也不会去，没必要为了躲着我来这儿体验生活。哎，冷静冷静冷静，别打了。哎，好了，别打了。好了，苏玉，苏玉，好了。在那个地方。